这可是你人生当中的重要节点，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？你好好想想你的将来吧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为我好，为我好，就给我想要的未来啊！你想要什么样的未来呢？我想上天，想入海，想放飞自我。 我们也许是世界上最少的一支队伍，但是实在的，可以发展成13万兵吧。没权，跟那渔民借点权，那个渔民都讲你是个海军司令，你还跟我扯远了。 做好选择了吗，爸？我要去当海军。 喂，儿子。喂，爸，我放假了，想出去玩几天。臭小子，你都多久没回家了？不想家吗？早点回来。